Hello， 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学道德作业，你们可以拿出来道德作业，然后我们开第九页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做练习，你们可以拿铅笔出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做关于 A 小朋友做的对吗？沿着视线写对或不对。Is child A doing the correct thing? Trace yes or no. 来，我们看第一个的图片。有这位男孩，他准时交作业给老师。这男孩这样做的对吗？对呀，所以我们跟着点点写对。横撇点，横竖勾点，然后我们写 yes。OK， 来，我们看接下来的图，有老师在写字，然后这位 A 小朋友拿粉笔丢老师，这样对吗？不对，所以我们写。不对啊，跟着点点写不对，横撇竖点，横撇点，横竖勾点，然后我们写 no。 OK， 很棒。接下来的图片，有老师在讲课是吗？然后 A 小朋友在做什么呢？对，在睡觉，对吗？他这样做对吗？不对，来，我们跟着点点写，不对。横撇竖点，横撇点，横竖勾点，然后我们写 no。OK， 最后的图片，有老师在讲课，这些小朋友们认真听老师讲课，他们这样做对吗？对，来，我们跟着点点写，对，横撇点，横竖勾点，然后我们写 yes。OK， 很棒，我们做练习好了。OK， 今天的练习我们先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